我是潘子，很高兴又跟你们见面了。我决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2018。在这个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让我先跟大家讲个故事。我叫潘子，今年24岁，已婚。这好像不太重要。我是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，也是一名视频博主。2年前开始拍摄影片。哦，我的天，这人到底是谁？真的是我吗？随着越来越多人的关注，我在今年终于突破了 B 站的10万粉。我的微博早就已经22万了。然而我并没有停止，我开始拍摄更多的影片，更多的影片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遇到了很多很棒的朋友。Yeah, my life sounds pretty awesome, right? 那到了这里，我反而开始思考我的人生，我要的是什么，我又害怕什么呢？我发现有两件事情我到现在我都非常非常想要去做。第一件事是旅行，第二件事是专栏作家。我开始不断的去旅行。24岁了，同年纪的朋友都在工作或者准备毕业，而我却在旅行。听起来很疯狂，对不对？但疯狂从来就不是一个理由。我错过了很多校园里的精彩生活，以至于容祖儿来清华我都不知道。 Pretty sad, right?Yeah, pretty sad. 但2018我依旧过得非常精彩。1月，然而并不是那么顺利。Hello, 我太傻了，我出门的时候忘记带这个大门钥匙，然后导致我今天回来的时候进不了门。现在已经晚上11点半，然后我坐在这个我住的这个酒店的门外等着人来给我开门。我太傻了，这个经历实在是太难忘了，我一定要记录下来，太傻了。那个大象好像在跳舞哎。怎么办？哎呀，留个大屁股。1月顺利，2月。只有那么点？不可能。再见，3月，人生另一条抖音。我还回家了。嗨，我们现在要去菜市场买点菜。晚上呢，我想给我爸和我弟做点饭。饭，所以呢，我现在先把那个排骨先洗一洗，然后这边是香菇，然后今天要做一个香菇蒸排骨，然后再炒一个买的毛肚。哇，你这个你的手挡住了光线。哎，好了，我现在躺在我自己的床上，好舒服，回家的感觉太好了。非常卡。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双井，然后一会儿呢，我们会从那个双井坐大巴去天津。其实我们要去越南，嗯，拍了一堆好看的照片，满足。5月。
要求了，我的信用卡被 decline 被冻了，我的。嗯，我去结婚啦。I now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. You may not kiss. 当着陌生人的面接吻真尴尬。六月 ，Hello， 今天我们在船上，风超级的大。在普吉岛体验了一把动物摄影。七月，做好好学习的乖乖仔。Hours later. 八月。八月我去贵州支教，体验了一把人民教师的感觉，老师真的不好当，大家一定要尊重老师哦。九月。我终于不再是一个人去旅行啦，这个月我跟朋友一起去了江西宜春，我们一起坐了直升飞机，真的特别特别的开心。十月。九街吃串串，所以呢现在就来瓷器口逛一下。要吃火锅，所以我们就找到了这一家。然后这附近其实还蛮多火锅店，都蛮正宗的。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火锅，现在超级超级棒，我爱的九宫格。新鲜的鸭肠要七上八下，八老的毛肚要多烫几下，吃了老火锅喝点老鹰茶，保证你娃第二天整不到火瓢窝了。坐到起慢慢来，边说边烫。啊，太好吃了！我要先去吃了，我们等会儿吃完再见。是的，你没有看错，这是我2018年第三次来泰国。
searching all the world for one thing. Wandering, giving all I've got for one thing. Wandering, searching all the world for one thing. Why do I feel like I'm running? Always chasing after something. Why do I feel like I'm running? 12月我终于在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冲出了亚洲，去到了欧洲的瑞士看雪，实在是太开心了。这么精彩的影片怎么能没有彩蛋呢？跨年的时候朋友抽中的大冒险是要给大家表演学猫叫这个舞蹈，实在是太搞笑了。在里面这发个招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蹦蹦跳，迷了下你的花笑，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。回顾完我的2018，是不是开始期待我的2019了呢？2019年大家都一起加油。